你叔叔，我活了万年，什么没见过？你使用同心咒是为了香柳。逍遥虽避世不出，却也听说了些关于香柳的传闻。他本以为香柳能在万箭穿心之下幸存，是源于他有九命使然，却没想到竟是这小丫头偷偷为他使用了这逆天改命之术。小妖垂眸半晌，缓缓点头。小丫头。 你可知道使用逆天改命的法术，你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我会死。小妖一脸坦然，知道你还逍遥气恼。小妖抬眸打断他，没有他我也活不了。逍遥叹口气，如果你死了，你觉得他能独活吗？小妖呆愣住，和香柳在一起的这些时日，是他这一生最幸福的日子，以至于让他沉浸在欢愉之中无法自拔。 都快忘了自己最终的结局，竟没有考虑到，如果他不在了，他怎么办？他会忘记自己，好好的活下去吗？他突然想起香柳曾经跟他说过的话，眸里羞得燃起一丝希望的亮光，迫切的问道：“逍遥叔叔，我虽然使用了同心咒，可是使用法术的时候，香柳他并不只是一缕残魂，他的心还活着。当时洪江为了保住他的命。” 把自己毕生的灵力给了香柳，在万箭穿心之时护住了他的心。既然他的心还活着，是不是就不存在以心换心的说法了？逍遥眼里闪过讶异，片刻又了然道：“难怪香柳万箭穿心，尸骨无存，净还能恢复那么快。原来他本就尚存一线生机，只因你机缘巧合使用同心咒加快了他的恢复，他才能在短短的十年内化成人形。” 说完，顿了顿，逍遥垂眸摇,摇摇头，可惜，即便如此，也无法改变同心咒最终的结果。同心咒术一旦启用，不死不休，不死不休。小妖手抚上心口，喃喃道：“没错，同心咒究其根源，就是以一个人的寿延换取另一个人的生机。” 不过，使用咒术之人不仅要在对方生机完全恢复前承受心脏被焚烧之痛，一旦对方受伤，你也会受到同等的伤害。对方的生机越旺盛，你的生机就会越衰竭，直至死亡。小妖瞳孔地震，竟没想到情人谷没有感受到的同心反应，同心咒却让他体会到了。可是真的好痛！当初的相柳是否也是这般痛？ 小妖扯着唇角，哑然失笑。风水果然会轮流转，欠别人的东西终归是要还的。你应知道，你爹就是用了盘古功，以心换心，才救了你娘。逍遥接着说道：“盘古功，以心换心。”小妖惊愕，思忖片刻后了然，难怪娘亲在桃林时会说爹爹的心在她体内。你不知道你的体内有上古神器。 逍遥看到小丫头不知情的样子，惊讶道：“小妖震惊，摇摇头，我只知道我体内有驻颜花神器。你的意思是说盘古弓也在我的体内？”小妖一脸的疑惑不解，盘古弓怎么会无缘无故跑到自己体内？回想片时，他眼睛猛然一睁，一起在赤水桃林，母亲陨落之前曾亲过他的桃花印记。 娘亲就是那个时候将神器放到他体内的吗？就是因为你体内有盘古功，所以你的同心咒才会发生作用。不过你怎么会同心咒？逍遥纳闷。小妖顿了顿，是我在昊灵当王姬的时候，无意间在书库发现的。只是书帛已破损，很多字也都模糊不清了。小妖刚回到昊灵的时候，因为对周围的人不熟悉。 于是整天泡在武神山的书库里。有天，他发现一本破损的典籍里，无意看到同心咒的口诀，但因书薄边角已被烧毁，只看到部分内容。至于后面写了什么，他并不知晓。当初为了救相柳，他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没想到效果很好。他原以为同心咒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，没想到竟是因为他体内有上古神器盘古弓。 看来一切自有缘法。那本书原本就是你爹爹连同盘古弓一起从玉山地宫偷来的。在和你娘兵戈相见之时，你娘意外爆发了太阳之力，心脏被焚，即将陨落。为了救你娘，你爹便将盘古弓射入了你娘的心。可盘古弓不需要用箭矢射入对方心脏吗？小妖诧愕，世间没有与盘古弓匹配的箭矢。 唯一的剑就是心，只要对着那个人驱动咒语，无论生死，终能相见。小妖讶然，原来竟是他将香柳残魂放入心脏温养，歪打正着启动了盘古神器，这才顺利以心换心。逍遥叔叔，你能把它从我体内拿出来吗？小妖问。逍遥用灵力探查小妖识海，力弹之间，逍遥眉头一动。 不动声色敛了灵力，你体内的驻颜花神器已和盘古功相互呼应，我无法将它取出。若你能活下来，勤修灵力，说不定能够自行取出。那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。我早年被九尾狐妖喂食秘药，将灵力散入了周身经脉，现已经无法修炼灵力。小妖叹完，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，一切因果。 冥冥之中皆有定数。逍遥勾唇，神神秘秘地说：“小妖茫然不解。”逍遥淡笑：“你早年灵力虽已融入心脉，但刚才探查你的识海，虽然很弱，却仍然感觉到你的灵力隐有凝聚之象。”小妖瞪大眼：“你的意思是我可以修炼灵力了吗？”“嗯，虽然灵力凝聚的速度很慢，但也是个好兆头。” 也许就是驻颜花和盘古弓在一点点将你的灵力从心脉中剥离出来。小妖激动地看看自己的双手，自从灵力被废，他到哪儿都只能任人宰割。要不是香柳传授了自己防风家的剑术，恐怕现在的自己仍无自保之力。忽地想起什么，小妖眼里的光又黯淡下去。他笑着叹口气，能修炼固然是件极好的事，可惜。 于我而言也没什么用了。是的，盘古宫以心换心，不死不休。就算修了灵力，将来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。逍遥知道小夭纠结什么，说道：“即便以心换心，不死不休，却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杀了相柳。”小夭怔住，燃起的希望瞬间再次破灭。他颓坐在地，抱着膝盖，撅唇道。 说了跟没说一样，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我呢。逍遥笑，小丫头，想不到你竟和你爹娘一样傻，活着不好吗？活着才有无限可能。你没听过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”？小妖看向逍遥，浅浅苦笑，就是因为一样傻，所以我们才会成为一家人啊。逍遥勾唇摇头，一家都是疯子。 小妖眺望着如梦似幻的仙山雾霭，如果没有他，世间风景再美，于我而言又有什么意义？小妖目光飘忽。逍遥叔叔，我还能活多久？我方才用龟须珊瑚替你疗了伤，暂时护住了你的心脉。当初向柳的心虽未死，但在万箭穿心时也已然受了重创，再加上你以心换心，他生命越来越旺盛，往后亦会不断汲取你心脏的生机。 直至你的心脏完全衰竭。不过，若仔细疗养，估摸还可撑过两年。小妖默念：两年，嗯，足够了。叔叔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他转头看向逍遥，扬起一抹平静的笑。你说这件事，我想请你帮我保密。我不愿看到香柳因为我而心里觉得有愧疚。我本来就欠他甚多，一条命缘也不够偿还。 只希望剩下的日子好好陪伴他，让他就算没有我也能好好活下去。逍遥愕然，愣神儿盯着小夭，半晌才缓缓开口道：“好。”